盘点富与石撩妹的搞笑瞬间。不好意思啊，我问一下，你这个在哪儿买的？在那边。哦，浪呢？我操！不能说话。没事。我那个，我们这儿拍个短视频，能拍你吗？可以。啊，有男朋友了没？有。有男朋友就要少吃点这个臭豆子了，影响金嘴儿。没事，我俩年纪大了，我俩不亲嘴。那有啥的，我都70了，我还亲嘴呢。上礼拜刚亲有2次假牙。你们把假牙摘了再亲吗？孩子，你这就不懂了。有时候啊，情绪到了，来不及。我看他是没有上牙吗？对，他这个。我这个上牙呀，不知道是落在刘阿姨嘴里了，还是王阿姨嘴里了。这两个椅子不错啊。哎，你们好，你们好。Hello， 你们好，你们好。啊，没事啊。你能肉肉。啥玩意儿？能拍一下你们吗？这边。不用了。拍一下你们的盛世容颜。热到脱臊，还穿太多了，所以，我凉快了。你有几个粉丝呀？我有1000多个，我也算大网红了。1000多啊？1000多个。我问一下，就是，我看你这个酸吗？不酸。我咬一口行不？吓死了！没事。那个我们这边再拍一个视频，就是能带上你们吗？可以。你那两个女孩逛街没有男朋友吗？他有，我没有。你没有是吧？那要不我在视频里边帮你找一个啊？哎，你看我行吗？小伙子，你还年轻呢，能找机会让给我不？你喜欢这样的吗？那要是我和他之间，必须选一个的话，你是选我呢，还是弃权呢？老太挺色呀。不是，你这腿冷吗？不冷。假腿。等会儿，你是假腿的话，你能这样吗 ？So y o u w i l l b e l i k e t h e m 哦。那个，我们这儿拍个视频可以吗？行。好吃不？吃吧。我才不吃呢，一会儿肚子疼找厕所，跑不及的话再整一裤兜子。哎，你好美女，那个我能找你借个口罩吗？这个我戴过了。这要你戴过的。戴过不行。哦，不行是吧？理解。他有口臭。没有。我不信，除非你亲我一下，我才不呢。没事，姑娘，亲嘴儿不怀孕啊。能喷你怀了呢？怀了，算你的啊。记得关注再走哦。